clan survives first contact with me.他奶我也跑不了了，我这边打野不在吗？他装什么？我以为他们打野来了，我跟他一换一了。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 No sweat. <音>兄弟啊，这咋办啊？这打野崩了，有点玩不了了就。 很秒，糟糕！我操，完了，我傻逼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啊，我的治疗忘记按呢！哇哦！一切尽在掌握。 没闪，三个全用了。我操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不是啊，他到底要干嘛呢？ 我操，这个 AD 胆子也太大了，兄弟，他走进我石头人里去要埋伏我，我操！这他妈但凡宗师的 AD 想不出来这个操作啊！这个一放的有点晚啊。
没有技能啊！兄弟在单挑先锋了，上路已经是不想玩了。 这卡尼斯塔怎么等级能这么高啊？我操！哦 ，fuck， 这岩突怎么中的？哇，真的是一点没看着这岩突。 团灭了，遭团灭了！这波打完真的急了，在！我操！来这么快啊，这血，我现在没吃完呢。 这一局都能输啊！对面这我是真无能为力，我操！他们这个阵容前期太猛了，真的是太猛了，打野一级不要出事儿。 这个他妈的，这个岩雀伤害也好高啊！哇，有中亚，我操！丢，没中亚真能杀！这岩雀几个 QQ 的，我也好痛啊！
就是已经迷失了。我应该直接去冲吃线的，我操，太想杀人了，少吃了好多兵啊。啊，这两件套有点狠吧，一上就打了半个血。我操，吓我一跳，什么？Is a boring path.我操！这么快的 Q 闪一呀！真有点快啊！咱们的伤害确实挺低的，真的挺低的。
点。急了，车吃吃车 ，nice， 这个大招不亏，血赚。魔凯两个人头，这不他怎么杀了两个？我别死啊！一波他们。暴击，可惜。哎，还没闪，他闪现比我还久。帮 AD 挡技能的，我操！他们这个 ES 塔有点帅啊。